哎，刚才我们提到了，就是说我们的宫颈癌根治术呢，它进行一个，不仅呢要进行一个子宫的一个广泛切除，同时呢，它还包括了一个，盆腔淋巴的清扫。那么术后呢，切除的标本和淋巴结呢，它就要进行一个，病理切片的一个诊断。那么诊断呢，我们就是要发现，要根据患者。要看到有没有，就是刚才我们是反复在提到，就是说要看一看它的病理类型啊，它分化的程度，那么浸润的一个深度，还有一个淋巴有无转移。那么如果说它存在这些高危因素，那术后呢，可能还会建议他要进一步的补充治疗。那么如果是对于一个宫颈淋癌的话，那我们可能会首选建议他一个就是放疗。那么但是呢。也有一些要根据患者，比如。